主料，腰花一个，萝卜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蒜米、香菜，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腰花切片用生姜和料酒腌2分钟，萝卜和香菜切好备用，水烧开放入萝卜烧2分钟，放入腰花，把浮在上面的沫捞掉，放入香菜、盐、油，装盘食用。烹饪技巧，腰花要去除里面的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